这里哦，最困难的部分在这一个，就 N 字一 P 哦，这三个变的是电脑自动设计。好，就它算出来的结果是小 A 零等于零，大 A 零，它会根据这个情况去自动去设定这三个变。好，然后这三个变的是你程式设计师，你希望检查哪一个变的哪一种情况是不完全，那这种情况满足了以后，你才要跳。那假如不满足，就不跳。好，那什么叫做满足？就是假如你这边设的这个变，跟这边的对应的这个变小，同值都是一，那就满足了。只要不是同值都是一，那就是不满。所以，假如你这边设零，好，假如你这边设零，然后你这边设一，那也不满。一样，这边是一，那也不满，一定要同值都是一。所以，比如说你现在要检查 n 是不是等于零，等于零，那你这边设成零，然后这个角 n 也是一，好，这角就是一。好，假如你现在说，哎，我 n 我不检查，我检查零，然后我这边 n 是一，哎，那也不行。好，所以另外两个都是，另外两个都是。假如你这边我说我要检查 n 是不是等于零，但是这边 n 等于零，那也不行。听 OK 吗？啊，所以你要条件要满足，听到吗？他们这两个变同值的，你这边 n 跟这个相对应的这个 n， 你只要这边是 p 是说一，我要检查 p， 啊，那这个对应的就是这个两个这个，对吧？对，这三个数，这三个数一定是同值的，啊，因为你做出来结果就是这三个里面，对吧？哪一个？第三个大大力大西。对，有可能。比如你刚开始，这个电脑一开机，它会全部把它全部都装。没有知道，所以我这边。这三个 bit 什么时候被设定？当你执行这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种指令的结果是大 A 零，那个 B 就会受益；等于零，那结果就会 Z 就会不受益，会受益；小 A 零，那 N 就会受益。好，那你要记这几个，不要死记哦。你要看这个指，就讲那个指令，它会 write a value to a register。就他一定，他这个指令做出来的结果，他会把这个结果写到一个 R0 到 R7， 这个所谓的 register 是，啊，就是 register R0 到 R7， 那当然包括 PC， 然后 register 就，那么他就会同时去设定这个 LSD， 所以你看我们 ADD 这个结果是写到一个 register， 来。R0 或 R7 到 ND 也是 NOT 也是 LD 也是从 memory 里面把资料移到同一个位置，所以它就写到那个位置，来，好， LDR 也是， LDI 也是， LEA 也是，只是写到哪里， LEA 哦，这个不包含 PC， LEA 是写到 register， 对吧？就其中一个 register，所以你只要写到一个值，写一个值到一个 register 里面去，那它是自动会去更改设定这三个值。那所以各位看，你看 ST 没有，对不对？因为 ST 不是写，是把它写到 memory， 而不是写到 register， 所以所有的 ST 都不会去设定这种。好，那假如你现在执行了一个 ST， 对不对？那你不会去设定这三个值。所以这三个值的，这三个变的值，就是不变，就
就不会做到这个你说的这个结果。关照他几根前面，交接吧。好，好。哦，所以这三个值是做我们刚刚那七个印刷值的结果，它的自动的产生。然后这三个值是你城市设计师，你希不希望去检查某一种情况已经满足了？哦，你要汽车是那种情况，你这个边你要相对应的叫做设计师。那你也可以说，我设计说，我要看出它是大以后的理念。对不对？那你就这两个变做寿司，大鱼和小鱼，我这边一这边一，换掉这里连。那你也可以，哎，我要煮小鱼等于连，只要小鱼等于连的情况发生，我就要掉。那你就这两个寿司，这个寿司。所以它只要有一对成立的，它就成立。啊，你这个两个寿司啊，它不是说这两个情况都要同时成立哦。啊，就你要只要有一个情况成立，它就。那你这三个只要设为一，对不对？是不是只要有一种情况成立的？那这里面的 NDP 一定至少有一个是一的，所谓你刚开始开机的时候，对不对？哦，那才会这三个都是一。好、哦，那你刚开始一开机，你也不会去争争说，哎，假如我明天开始大一点一点，我要跳，什么东西都还没做，你要去测试什么大一点一点，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三个B的就是你要去侦测哪种情况发生。好，那你也可以同时侦测好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发生，所以你就可以去设定这个自己，不见得说这三个B只能有一个是一。你看三个都是一和两个，其中两个是一，或者你说 A 是一和 B 是一，两个这两个都同时设为一，只有自己设为一点，那意思就是说你算出来结果只要是小一点，或者是大一点。那这个条件就满足了，对不对？但是这三个，它一定只能有一个是，等于你算出来结果，不是大 A 赢就是小 A 赢，那当然就等于有，绝对不可能说这三个有两个是同时成立，不可能。所以这里面最多只有一个 B 的是一，但是这里面你可以有一个是一，两个是一，三个都是一，随便，这样 OK 吗？好。假如你设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一，那就是哦，这其中只要有一个条件满足就不错，那它就完了。OK 了哈，好。所以条件就这个问题就在这个电子电路里面设，所以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讲这个电子电路。啊，你再给你一个电子电路，你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哦，啊，这个就留在。各位二年级的时候就好，来，那我们回到这里啊。我们刚刚已经这个给各位追踪到三年零九，那我们三年零九，然后就跳到三年零四。好，那这时候我就已经把第一个一三一零零里面放进去，我就把一加起来，然后结果放到二三零四，对不对？好，然后我已经把 R2 减一，原来它是熟了，现在变成十一。然后我已经把 R1 由3100变成3100，然后现在就要跳到3104，所以我现在只剩下一个指令，所以3104就到这边了。对，然后呢，我又把3104这个指令，这个指令就叫回到这个 IR。哦，所以这个 IR 这时候就变成3004，也会变成一个。然后我这个 PC 就加一，然后现在就直接3004这个。他说：“哦，我要检查什么？看他是不是 ZB 的是不是？对不对？那我在这个执行这个指令之前，我是执行这个指令，这个指令它不会去设 A 或者是以后 P。”对不对？因为它不属于我们那七个指令里面的一个小组。好，所以它不会设，它所以是这个人在设，对吧？好，换句话说，我现在检查了这个 Z 是不是等于一 ，Z
这个是盐，是油，这个主线是。那这个主线是做什么？是把 R2 减去掉。R2 原来是十二啊，现在把它减去变成十一啊。那十一的结果是不是零？不是零。所以自己变的就不会被受，还是零，就会被受一点，对不对？那受一零的话，哎，我到了三零零四，我说我要检查自己变，我这个小自己的零一啊。但是问题是个大自己的零零啊，这条件不满足，对不对？条件不满足，这个三零零四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都不做 ，PC 一个还是三零零五，所以我就在执行三零零五这个主线。三零零五这个指令就会被从这个 memory 里面再叫进来一次，啊，所以这个指令哦，我每次要执行我都要叫一次，所以这边这个指令都会被我叫进来好几次，我要做几次就要被叫进来几次，啊，好，所以这个三零零五这个指令被先叫进来，还是放在 IR 里面，所以这里面还是零一零。然后 PC 就变成三零零五。好，那三零零五这个指令呢是干嘛？就是把这一个 R1， 这个是 LDR， 对，所以是把 R1 里面的内容跟这个零相加。那 R1 是不是三一零一？跟零相加还是三一零一？然后把三一零一里面的资料抓出来，放在哪里？放到 R4， 对，那三一零一里面的内容就是，说就是说 R4， 好，所以这个吗？好，那这时候我这个三零零五就直接就做，然后接下去做三零零六，所以三零零六的直接就可以从这个里再调进来，放到 IR 里面，好，就是零零零一。然后呢 ，PC 再加一，那三零零七。好，这时候我就要去执行这个三零零六这个指令，这里面这个，这指令告诉我什么？要把 R4 跟 R3 加起来，结果放到 R3， 对不对 ？R4 是二 ，R3 是一，就结果就变成三，再放到 R3， 所以 R3 这时候变成三，二加一就三，啊。好，那这时候我这个指令就做完，三零零六这个指令就做完，然后接下来做三零零七，三零零七，然后透过这个 NAL 做三零零七，对，把这个指令三零零七的指令零零零一抓掉，好，然后呢 PC 再加一变成三零零七，那这时候我之前这个 IR 指令的指令就三零零七，就是把R1 跟一做相加，结果放到 R1， 那 R1 是三零三一零一啊，加一那三一零二，放进去这里就三一零。喂，然后我就做完了，好，三零零七就做完了，这时候我做三零零八，喂，我就把这边三零零八。那三零零八这个指令就被从 memory 叫到 IR， 然后 PC 再加一三零零七，好，然后这时候我就执行三零零八，三零零八就是把 R2 减一，对，这 immediate mode， 所以 R2 里面的内容减一，结果放到 R2 这时候是 B 啊，减一这边的 B， 就是死，好。哎，然后你变成 A 以后呢，结果是 A 还是不等于零，对不对？所以那个 Z 变大 Z 变的还是零，啊，直接完成指令还是零。好，那完了以后我就做三零零，三零零，所以。然后这一个，对，然后这就变成一，然后这一个指令的零零零零，这个是
降，对不对？无条件跳跃，那它要跳到哪里去？跳到300A 跟这一个负溜的加起来，那300A 跟负溜加起来就变成300C，就是。所以这个300C就被灌到 PC 里面去，来，这是降的啊，好，从这里就变成三。你看，我们又再回到300C，这第三次。对，刚刚300C到这边又回去一次，现在又回去一次，所以现在第三次到了300C。那到了300C，我又要检查，看它是不是等于是，也就是刚刚你这个 R2-1 是不是已经到零？但它是到 A 啊，是负的一点，对不对？啊，所以我这一个300C没有作用，没有跳，没有跳，好，又是叫300。300.5呢，又把怎么样？又去把301.2的值，301.2是三，里面放三，把三抓进来放到哪里？放到 R4 里面了，好 ，R3 放到 R4 里面，然后再把 R4 跟 R3 相加，结果放到 R3， 下一个指令，好，就不再一个一个指令，所以这边好像 R3， 所以这时候这里是三。R4 不删，然后把 R4 跟 R3 里面的加起来结果放到 R3， 你这里就是 R3 不能变。那完了以后呢，就把 R1 加1 3107 R1 加1，所以它就变成 R1 就变成3103，然后再做完了以后再做这个指令，把 R2-1， 所以 A 就变成0。那九还是不等于零，对不对？所以那个大字一撇还是零。然后再执行下来这个指令，强迫它又回到300C。那300C发觉是又不等于一，也就是 R2 又不等于零，所以它又继续往下做。啊，它又把3103里面的值是四，再叫回到 R4。然后再把 R4 跟 R3 相加，加出来结果放到 R3， 这个是4加6就是10， 对不对？好，完了以后他再把 R1 加1，所以就变成3104，然后他又把 R2-1 你就变成8，做完了以后 ZB 的还是等于点，对不对？好，所以他不能强迫他跳到3104，跳到这边以后，他又检查说：“哎 ，CB 的是不是等于？不是，所以这机器往下去，再把3104的资料，这边3104的放进去，放进去放到红，他再来把 R4 跟 R3 加起来，结果放到R3，所以这边5加上 A 是15，那就是我们十六进位的。”哎，做完了以后，好，再继续往下做 ，R1 加1变成3 ，R2-1变成7，然后再强迫它跳到3004，再继续做，哦，点点点，不再减了，然后一直在做到什么时候？做到 R2 你把它减了。你有12个数都加完了啊，这时候 R3 里面就放了12个数相加，然后这个 R4 放了什么？是3，因为3连 EB 里面是1、2、3，就放了3。啊，然后呢，这个 R2 就会减到变成零。因为我们12个数都加了，每加一个减一啊，对不对？所以呢，刚开始设12啊，我加了12次，减了12次，是不是变成零？所以 R2 变成零，然后这个 R1 就变成3104，
哦，因为三一零 B 是什么？那我再把它放到三一，是这个再加一个三一零，然后这里是零，然后这 R 三就是从一加就是加到十二，就放到十二。那 R 四就十二，这时候它又强迫三零零零强迫回去三零零四，这时候它就侦测到是 Z。为什么？因为你 R 二就被减到零，对不对？变成零，零那个 Z 变就大 Z 变就变四。设成一的时候，你跳到三零零四，它检查说，哎，是不是一？哦，这里是一，那大 Z 变是一，满足了，条件满足，对不对？条件满足要跳到哪里？因为这时候 PC 是三零零五，对不对？你直接三零零四的时候 ，PC 会被加一，会三零零五。然后条件满足，所以要跳到哪里去？跳到后面，这是不是？这九个变成是五加用三零零五，那就是三零零五。加上，这是三零。对不对？所以这个三零零 A 就会被写到 PG 里面去，变成三零，因为条件满足。好，那下一个指令就要指令三零零，三零零 A 下一个。那通常我们这个指令，我们会写停止这个指令，以后再说。好，这个指令是，那停止它是跳回过去。所以整个程序就是，那这个结果是放在 R 上，所以你假如 R 上你可以透过那个 monitor 把它印出来，等以后我们接到 I/O 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一个很简单的指令就把它印从 monitor 印出来，所以就看到这个 monitor 上面就写一个一加到十二，一加到十二等于十三，一加十二等于。十三乘上六，七十八，啊，所以就看到一个七十八在移动路上面，结果就七十八。那你也可以说，哎，我把这个结果储存到这一个 memory 里面，那也可以，你做一个 store 的动作，啊，然后三乘上，嗯，啊，这个都是你程式设计师，你希望怎么样显示你的结果，都可以。你也可以从 printer 给它印出来，啊，那就另外一个 I/O 的指令，是 OK 的。所以你怎么样用程式去做工作、做计算，啊，甚至那个你要显示那个影像，然后全部都是用这一种的，一个一个串联。所以你现在知道说程式设计是什么？好，你看我们要加十二个数字，要想得到老半天，对不对？然后你现在说我要画一张图画出来，哦，那千万你不要用我们现在的，那为什么要用 high level 的那种高阶语言写字？哦，你想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写，我看你这个兴奋力大一下不要，对，写了一年，写不出一个小程式出来，然后因为这个程指令很多，前面写一写，然后等到写到后面不晓得前面在写什么，哦，这全部都忘光了。你怎么知道说我这边是 R2 这边 R3 跟我们归一体的，对不对？台湾话它归一体的，啊，你也搞不清楚我现在 R2 在干嘛 ，R1 在干嘛 ，R7 在干嘛，啊，我们人会这样，对不对？这个电脑，电脑上可快的帮你发，它记起来 R2 做什么事 ，R1 做什么事，哇，太清楚了，啊，所以这种会归一体的事情交给电脑做。那，啊，所以为什么高阶语言会出来？啊，你只要用低阶语言写，你就写不出多少东西啊。所以刚开始低阶语言都是做一个控制，比如写一个小程式，控制微波炉，就在那几行而已，啊，那几行而已。啊，或者是写一个小程式控制那个洗衣机，或者写一个小程式控制我们的那个电子手表，啊。你看我们那个像我这个手表，我这个手表就手动，啊，每一个月几号几号，它每次都到三十一号，啊，因为它是机械式的，
他说每次三十一号就要等到再洗再调回来，调的是小叶的时候就要再行情。好，三十一号拿这个东西了，对不对？我现在有懒得调，所以我现在几号？十号。我每次要调整，我不调了，根本不看这个日子。但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绝对没有卖，其他都是七天没有吃。所以像这些绝对不会有的，所以我的手表怎么也没有变。啊，我觉得这个礼拜几绝对不会有的，但是每一个月几号几号就会出问题。啊，二月二十八、二十九号看不知道，反正都可以到三十，怎么样就低。好。那但是你只要写一个程式给手表用，去计算你二月是落地，程式是二十八号、二十九号，然后一月是三十一号，二月是四月是三十号，哎，这是一个很小的程式就好写。好，那这个就通常是可以用这个机器的东西。好，这样 OK 吗？好，所以这个程式有没有问题？好，你一定要跟我一样，这样子。一个一个像这种做法，哦，然后让有一个级别就没有问题，哦，千万不要懒惰，哦，好吧，好，那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程式，还有一个程式，那这个程式你也更长，好，你看我们刚刚一页放一下，现在就一页就放了，哦，那我们这个程式没有放就是。在这边讲，你要再给我三个小时，对，让大家回去慢慢去做。啊，但是这个程式里面啊，也用到一些我们还没讲过，所以为什么我不讲？就有些东西我们要到介绍第七章还是什么做 I/O 做输入输出的时候，啊，好，所以我们这边就讲。好。那我也要花五分钟的时间找朋友。好，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啊。这一张你看，所以这里就是 I R， 对啊。然后呢 ，DC 的，所以每一次呢，你要从 memory 里面抓一个指令，它就把 DC 的值透过这个黑线。放到这里，然后那个指令呢是从 memory 里面读，经过 NDR， 再透过这边，好，然后 IR 就解码，比如我现在做 ADD， 好用 register mode， 那这时候他就把三个变 SRC1 那三个变送到这边，这三个变，去选择哪一个东西。比如说 R4， 然后再来 SRC2， 一定要从这边送到这边来，比如这边是 R4， 这边是 R3， 比如这边送011，这边送110，好，然后这两个值就出来了， R4 跟 R3 里面的内容就出来，然后呢在这里再产生一个信号，让它选择这个是一个猫的选择，这条路线就这个路线，那，啊，经过这个加网器加起来，结果，假设我们要刚刚送回去 R3， 这个都可以回去复习到，这个 DR 就放回去，这个，好，所以整个的电子电路的流程就是，刚刚我们是用那个方块图画，但是假如在这个电子电路来看就是这样，好，或者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我们要做 load。LD， 那 LD 呢？这个指令就会从 memory 一样 ，PC 是说，哎，那个 LD 的指令的位置送到哪里了？然后再来把这个 LD 这个指令从 memory 里面接过 NDR 去到 IR， 对不对？然后这个 IR 呢，它就会把这一个 PC offset 9那十个变，啊，九个变，透过这里连到八个。啊，到这边来，然后 PC 呢就从这里抓出来，然后这边给一个信号，代表这个猫是水果要从这边到这边来，然后这边送一个信号，代表我要选择这个输入出去，所以这边的三点三点
跟这边的 PC 的值两个就相加，是吧？相加到这里，相加的结果再透过这里出去，这边再选择这个信号，让我们这边出去，出去就出到这个 MAR。好，那 MAR 就选择我要读的那个 memory， 这里我就把它读出来，读出来就是做的 PR。那我要漏的，比如要到 R3， 那这时候就经过这里，这里，这里灌进来，然后 IR 那个 DSD 的那三个 bit 就放到这里，那这就是这个。哦，所以真正这个电子电路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好，那不管是哪一个你说的，它都会找到那个电子流动的。那这些路径由谁来控制？由这个人，方式，它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信号。这个信号从这边出去，从这边出去，从这边出去，它怎么打开？这边打到哪？好，原来让它到 MAR， 它就打这个导流，这导流都不，它自然就结束。然后呢，它不让这 NDR 进来，它这里不要打，不要打那里。这资料就进入，好，所以他要让他进到哪里，他就那个导入导，不让他进去那个导入就关起来。那这些信号控制信号完全是由这个人去控制的，所以你就可以去尝试，根据你，好，怎么样去执行那些东西，都可以在这个图形里面找到问题，去把这个解释，这个你双解释出来，看 OK 吗？好，因为我们今天没时间了，所以我们要讲最后一句话。下个礼拜，我本来是说要第五章、第六章讲，再，但是发觉第六章讲不完，跟我原来的进度有落差。我原来都安排好，对不对？五六，然后到搞第三次，七八，第四次，九十，第五次刚好。好，那现在显然我这个，好、哦，这个没有办法交到这个，所以我们就搞第五章。啊，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断食，对，就是下个礼拜就是第二号断食了。这一页是十一页的，十一页是有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十一页，所以要。假如我们在延后，我们还有两次，我们包括下一次还有三次。哦，所以下个礼拜就这一张，第五张。啊，好 ，B R A P。啊，就是我们上过的早恋班，我们没有上过的早恋，没有感觉。这样没问题，不用，我们会给你这一张。我刚刚讲，会给你做后面这一张。哦，会给你这一个最后一页。啊，但是每一个不是说不能，你要知道。我也不想让你再找一个。好，大家看到，在我们考的当中，会不会有很多事？我们考的问题不是我出的，我们会挖坑，填一个子链，不用出一个子链。然后说这个子链完全不完全，我上二年级都饱了，不能读那个了。那他这个子链不就完了？不用做了。这是第一种，是后面。那第二种是我会给你几个子链，像做成一个程式。然后问你说这个程式时间完了以后。好、哦，又到底产生了什么？然后我甚至会告诉你说，这个程式执行完了以后，比如说 R 二最后的结果是，那我会问你说，那程式执行 R 二是什么？关键我要让倒回去，前进还要倒退，对不对？就跟你开车一样，会倒车啊，会闯红灯啊。当然。所以每一个指令你要知道多少，因为我们出一个指令，指令完了，然后呢，几个指令合起来一个程式，我不会多，我只是三五个，
好，五六个指令，做成一个指令。我会像刚刚二十个指令，十五个指令，好，我会说，好。那这个程式昨天玩了，或者中间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给他说，哎，中间这个指令做完了，它这个结果是什么？中间的结果是什么？或者说到这边的是什么？我看看，这样 OK 吗？我们会全部集中在这里。好，然后没有交错的指令绝对不会改变。OK 吗？没有问题。好，希望你们下次每个人都找一找。哦，我相信各位都一样。好，好，下次见。